玫瑰太美，但是吃太多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花？绣球花吗？不是绣球。我姐说，这是玫瑰花，你没闻到香味哦。哎呀，我好久没有看到我这一只了，给我回去好多月。哦，阿姨带的路啊，这是她推荐的景点呢、啊。然后我妈已经跑到最前面了，人都不见了，她害怕丢。对，我妈全程用普通话跟他们交流，他们还是听得懂一二号。没有，我还会听成都话。你看我妈精神状态很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比你走路又快。她又把扇子插在背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她热的时候就拿起来，她出来。她为什么老是把扇子插在背上？哇，好美哦！但是这个坡有点陡哦，要爬楼梯哎、嗯。这是什么花，你知道吗？玫瑰花，那个是玫瑰花，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海棠花。对，你要上去吗？他想上去啊，阿姨放弃了，阿姨放弃了。好，我妈她要上去，放得了，我还这可以。来，她要上去啊，妈你走啊。好了，我妈妈超级厉害。哦，妈，你要看着一点哈，你扶着一点啦。哎，真的是顾小孩哎，有没有觉得啊？随时都要提醒他，注意安全。哦，天老爷，你这也太调皮捣蛋了吧？哎，妈，哪个是个植物隧道？哇，这里面讲干嘛呢？对，它这个很宽呐、啊，很宽，走不了，再走二。好嘛，走吧。二你要处处小心哈。哦天哪！好，后面紧要炸，瀑布。今天天气不好哈，天气好拍出来更好看。应该 OK 了。嗯。哇，好舒服哦。哎，小梁哈。好了，下楼要看好哈。他应该比你还厉害，手握着就好了。嗯，还是来、哎，哎，哇，你们俩长翅膀了，你们俩是天使，哇，好漂亮啊、哦，开心哈。漂亮，漂亮，开心。嗯，嗯，好，哎呦，阿姨好开心。好，走，这里好舒服，要是坐在这里喝咖啡哈，阿姨。它这个是一个山哈。这样人家打造出来的然后给大家讲一下，这里也不要门票哦。头屋七里香玫瑰森林哦，你看阿姨好厉害哦，记得那么清楚。森林园的玫瑰，嗯，他种一些玫瑰花。嗯，我妈都已经摆好了，等我去拍她了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小天使啊，跟天使照一个。喂，乖，你以为是你的孙子哦？哎呀，哦，我妈又发现柏树了，她超级喜欢柏树，每次都跟我讲柏树的事。好了，来。这我柏树长得很漂亮，千枝百万枝百，它的芽呀。就是千枝百万万枝哦，枝子你把数不清哦，走太快了吧？现在花美好多了，嘎、哎，这个花也不错，有点像欧洲月季哦。哎，这老太婆真的是，妈你慢点儿，哎呀，有时候还觉得到了这边我就会随时注意它，生怕摔倒什么的。其实，在家里面。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啊！好，哇，好漂亮，这边好漂亮哦！锻炼一下嘛，出点汗嘛，太漂亮喽！太高了吗？不爬了吗？哦，他说他上去都没有问题啊，是我觉得太累。走，慢点哈。台湾。好多玩的城地方，太多太多的玩的地方，很好耍，很好玩。你这才开始几天呢，还多得很呢。还多得很。对。我还没到，还没去。哎，都等着你呀、啊。等、嗯。所有的景点都在等你啊。嗯。我妈说她太会出汗了，汗都流到眼睛里面了。
哦，不要去了，太高了。妈这不想戴就不戴噻。嗯，他戴太热了，我来戴。我妈刚刚偷偷的跟我讲了一句，她登山的时候、爬坡的时候，她念了阿弥陀佛，所以说她不会累。念你好多汗了，天哪！妈，你爬着来。哎，方便哈，哇，这一长的。嗯，还有香皂啊什么的，哎，对。香皂，对。哎呀，好方便，这洗手间呢，好方便，干净卫生，哎，对。快点哈，我等你哈。好嘛。妈，去了这还可以烘干，啊，自动的。我都给了手机把照相机，好多好漂亮，这都是这种。哎呦，老人家也有自己的需求啊，人家也要随时拍。好了，你拍你的哈，我拍我的。他好像走每一个景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拍回去，拍给他的兄弟姐妹啊什么的，他的朋友闺蜜啊，拍给他们看。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拍成功哈。粉嫩粉嫩的，你拍照片哦？拍照片哦，可以啊。关键拍的嘛也算反抗。不是飞跃，他以为下雨了，不是，这个是雾。哦、哎。它很凉，你不觉得吗？嗯。我妈对柏树啊、柏树真的很感兴趣啊。啊，这个是那个仙人球啊。嗯、去啦，刚才也去过啊。是吧？哎，又把扇子插在背上。漂亮哈，嗯。哇塞，这样子更好看吗？哦，太漂亮了，到时候给你弄成照片哈。哎，哦，难怪不得哦。哇，这样子拍起好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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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太漂亮了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嗯，哇塞，好，这边。好啊。眼睛好大哈，太漂亮了，哇，好凉哦，看电影了哈，哇塞，来吧，你们看吧，你们看吧，不用管我，哇，这三个美女呀、啊，好美好美哦，拜拜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这是七里香玫瑰森林。现在都我妈连电视都要拍下来，她说她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，她还要重新去走一次。但是我们都已经很累了啊，她的体力很好，那都是山坡啊。我妈的精神状态很好，对呀，精力很旺盛啊。看吧，她不但会走，她手机随时也在拍。要拍这个呢？要你要拍那个小娃娃哦。哦，又没有了。那个动画的小孩。好了，你们忙吧，老人家也很忙。我妈在抱怨呢，她说上面打伞的那个地方她没去，去了，去了。妈，那打伞的地方你去过？你去了？去了。妈妈，你走慢一点呢。你要跟我拍照呢。秀秀，秀秀，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看哈。嗯。笑的哈。哎。啊。笑的。哦哟，四川话在交流啊。小弟小弟，阿姨不是要吃猪皮吗？开饭哦，今天简单吃一点哦。好了，我们吃的面条，这叫什么大杂烩哈、哦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淋的酱油膏，啊，猪皮啊什么有的没的。然后今天就简单吃一点面条，就这样哦。哎，猪大肠。有点咸，它可以吃啊，这是蛮好吃的，你看都被我们吃掉了。哦，阿姨又发现了。对，这个就看清楚了噻，对头。现在带我妈来了这个茶园，天人茶园。她说只要有一个茶壶，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。她说的，有拉车。哎，里面装的是粮食。我们那里就三两一钱。对。啊，跟你的颜色很像啊。天梨亭，它是一个茶厂。又看到白树了。对。我妈说茶厂，所以说这么多水壶、茶壶，人家还是懂的。啊，走。奉茶积功德，做公益。
就是说哈，他们准备了茶叶，在路边遇到需要口渴的人。在古时候，没有多少的餐厅啦、饮料啦、茶楼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喝。但是你准备了茶给过路的人喝，积功德做好事，就叫奉茶。哎，知道吗？做好事啊！我爸说做好事，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。啊，那见了哈。妈，这个茶是可以喝的，免费的，可以喝。对，阿姨你也喝。哎，不会啦。我妈跟我一样，老是担心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，这么七早八早。绿茶喝了好，好喝，再喝一杯嘛，绿茶。再喝一杯嘛。不会啊。不会，还早，不会。晚上睡不觉。睡不觉就跟他聊天。哎呦，你看。哎呦，我妈比你厉害啊，你竟然打不开。我妈很怕热。哎，好。哇，我妈跟我奉茶。179。原价200嘛，嘿，现在你只要有买东西来买它，就是179。很好吃，会不会很甜？绿茶的。哎，不是绿茶，它有茶味道嘛。阿姨问一下，这个会不会太甜呢？不会，我们家东西不会。真的这个好吃。哪里有什么好吃？836。这你要吃吗？834，好，收你1000，等一下啊。好。这个多少？这个25。很便宜哈，来830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去看玫瑰花，很多花各种样，不是的花蕊多得很，你是看都看不完，我都没看。它是那个，它是一个半山，然后有平地，然后它把打造成那种有艺术感的那种，大花园，晓得不嘛？哦，但是玫瑰花为主，我妈呢就高兴的很，硬是。活泼得很，跑风快，一身都是汗，他还是耍不够那种感觉呀。才走了一半才不上头，这半山要多得很，还没走完。等于我们觉得累，我们年轻人还觉得累，但是他还觉得他还没耍够，是这样子的。你说嘛，这个娘们说嘛，台湾就是好耍的地方太多了，你根本天天走，天天耍都耍不完，都没耍完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还没去。那是嘛，你别人你没见过的东西多，动物、植物，吃的。气候也比较好，所以说呢，有很多吃的不一样风化，就长得比较好。所以说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国内可以报道91%的这个风险的话，不知道通知到台湾来。台湾的地方确实是相当的好，我们就说，我们当地。有些人的话，我不是台湾去耍了呢，但是我回我家里摆。他说，如果是我在有生之年的话，能够到台湾去吃，我这辈子就算值得了。我晓得，他还跟我说过。我妹妹的公公。他不了他的多少之处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到台湾来耍？我四面环海，还有个海洋气候带来大量的氧气。实际人家的时候，比较舒服，就这样子的。我因为不缺氧，比较舒服。还有这边的人哈，非常的热情，对人确实有点好。我说嘛，这边每个人都非常尊敬你，这边啥的都免费的。我们今天去看嘛，那么漂亮，但是人家还是免费的嘛，人家没有收门票。真的没收门票。他是那种佛心佛系的那种对人。他你要花了好大工程才住到那个成都，那个花园也住得相当漂亮，你半山腰这儿也路，那儿也路，真是还是布置得很漂亮。人家的这个花园子，你耍的路给你修得好得很，也是。我都跟你说，我才走了一半，一半都没走到，都没走完。他们俩都不想跟我俩走，有点热，今天有点闷热。是有部分的台湾有钱人哈，他就是老了之后，他就把自己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种花园噻。花园呢，但是他又想分享，既然打造的这么漂亮，这么美，那么不分享出去也是一种浪费。于是他就开始分享，还有好多地方好吗？那走完都不行。私人的那种别墅啊，宽得很那种，修得像颐和园一样。因为他社会比较富裕，他知道嘛，就是花点钱多，他又无所谓，不收门票。这边人爱做好事。我这边是当官的，跟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，在地方上呢是
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平台，我也是这样的，他就跟是相反的。很台积电那些，金山是人家到处捐，你晓得不嘛？我们看的啥子，那个叫啥子？119的那个救火的那个那叫什么？119那个车子都是金山市捐的，我看了上面写了的。他们庙子的钱又拿去捐给那些，比方说贫困的山区啊、学校呀、那个弱势群体呀、然后捐那个解救车啊、就救护车啊那些。他们坐救护车又不要钱的嘛？台湾是这样子的嘛？不一样哎，我们这边啥呢？那个和尚。和尚都是假的，假和尚。他们的那个是修道的和尚，学习的话是为了挣钱，他并不是说，普度众生的，是为了挣钱。台湾的就不一样，台湾的就是说，他是普度众生。哦，我们这庙子也有钱。有钱啊，不接了，看到了。我贪了，贪污了。哦，那你不如果你不是当官的下来的话，你。以后的庙子去不到，就我们这儿一般都当官的下来，有的时候我就学假和尚，我就有去管理。看吧，我要去煮饭了，这个菜也是别人送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，我要去煮饭了，拜拜，让他们继续再聊吧，我就不录了。